2017年11月22日晚，有网友爆料高圆圆、古天乐、金城武、梁家辉在香港街头拍戏。有网友晒出现场路透照，高圆圆一头经典的侧分发型变成了齐刘海，在路边某小店中，她露出甜美的笑容，看起来十分温婉大方。11月22日晚，高圆圆粉丝团在微博晒出高圆圆和好友韩火火聚会的照片，并称走一个 H2O。照片中，高圆圆身穿白色卫衣，头发随意披散，皮肤白里透红，和韩火火头挨着头，两人一人举酒杯，一人举酒瓶，看起来非常亲密。有网友调侃，圆圆的眼睛有火火的两倍大，哈哈，好闺蜜的即视感。近日，高圆圆被网友发现现身歌手赵雷的演唱会，当天她十分低调，只是化着淡妆，气质迷人，听歌的时候一脸满足，看起来非常陶醉，身边还坐着她的好友韩火火，两人似乎非常开心。高圆圆的时尚街拍常常被人称赞，并且越来越美了，而有谁知道多年以前的高圆圆也是土妹子一枚呢？究竟高圆圆除了颜值高以外，是什么原因让她的穿衣品味大大的逆袭？这就是好友韩火火。